洋温泉季。哇，来泡温泉了，要泡温泉就来瑞穗泡温泉，没错。尤其这里的温泉呢，跟很多地方是不一样。嗯，它特别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它这个温泉的泉质啊是碳酸盐泉。对对，就是里面的有一些铁质的部分，所以它上面会有一点像那种温泉花，然后有点生锈的这种感觉。对，它里面含有很多铁质，没错。这种汤种呢是非常难得的汤种，对，它又称黄金汤。对，在日本来讲的话，已经算是三大温泉其中之一了。哦，而且这里听说是全台唯一一个，全台唯一一个。对，而且峰哥，听说你昨天就是有进去里面泡，它里面好像有蛮多种不同的汤池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这里基本上呢算是一个水乐园。哦，它是很多有游泳池，对，然后有滑水道，嗯，然后还有很多每一池有每一池的特色温泉。因为我泡过世界各地的温泉，我觉得瑞穗这里的黄金温泉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我前一天就来泡了，泡完之后我的整个皮肤是滚溜的，对，真的很滑哎。你有泡吗？有啊，我有泡。我觉得你很冷，我觉得你要泡一下。好温暖哦。哦，哎，我觉得你看这一块很棒的，对，它还可以做 SPA， 你可以稍微做一下 SPA。这边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舒服吗？听说我们等一下要进行小游戏耶。小游戏啊，我们不能单纯就泡个汤来这里放松吗？为什么？有游戏，抢年终，抢年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抢奖金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抢奖金，而且这次我们要 PK 的对象不得了了，对，制作单位。没错，想抢年终可没这么容易，而比赛地点就选在饭店内的金色水乐园。这里可是全台湾首座以黄金温泉汤为主题的水乐园，从室内到室外共有108池可以泡汤玩水，是不是超赞的呢？那么关卡来了，两人合力猜拳挑战关主，需两次连续猜赢5位关主才算过关，猜输了就得接受泼水惩罚，限时5分钟。那么比赛开始，要过5关啦，我们要轮流，好不好？林莎先，预备 ，Go！ 剪刀石头布，摇头布，摇头布，耶！剪刀石头布，摇头布，泼水！好，再快往后，往后来啊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你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！哎呀，好会猜啊！哎呀，换你，头布，赢了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过。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！我的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我是你粉丝。剪刀石头布，他们好厉害哦！怎么办？布，剪刀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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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，这一关很难过。很难，这关很难。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布。哎，爸爸了，爸爸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石头布，哎呀，要两个人，要两次，要两次。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怎么换拳？你都换拳？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来来来，快！来换你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哇！好难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哎呀呀，他会变拳的啊！躲不了这一关的。剪刀石头布。来睡。他这一关很硬，这一关很硬。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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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坏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都是他。剪刀石头布，啊！快快快，快点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！厉害厉害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！石头布加油！麻烦你。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。啊！都会没有办法到吗？剪刀石头布，赢！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变拳！不要，不要换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
不是？对，一人两个，一人两个，来，你先抽两个。好，我们开开心了抽。好啊，好啊。欸、我跟你讲，妈妈来，妈妈，我的，你抽到三千就你就拿走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一个，抽一个。好，你要哪一个？急，打开。没有急吗？有啦有啦。妈妈，打扣五十块。好，来五十块。就可以坐车回花莲，我的算给你，抽到三千哦，有三千包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，选一个，有吗？啊，有哎，哇，一百块，来两个你的，中哥，我们两个一人抽一个，好，好，你来，我先来，三千了，三千，一百块，好，中哥靠你了，三千到底在哪里？三千在哪里呀？谁？啊，没有，怎么办？感觉是硬币。我怀疑里面没有三千。三千在哪里？太晚了，这个啊，在这里了。来到川汤春天，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呢一年四季其实都很适合来泡温泉，对的，尤其像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冷，而且你知道春天就是要泡个温泉，要所以暖和起来，一整年都暖暖的。对，重点这里的这个泡温泉很舒服，适合一家大小的，而且它的泉质有很多，譬如说有哪些呢？有刚刚看到有粉红色的、紫色的、绿色的，有这个薰衣草的，有牛奶的，有玫瑰花的，玫瑰花的，各式各样的，各式各样的疗效。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温泉很好，是啊，它都是会用精油，然后大量的精油放到温泉池里，对，温泉做的融合，所以当你泡的时候，你的肌肤就充满香香的精油香。而且不单有这些呢，它后面还有 SPA 区，让你的那个筋骨呢可以得到一个舒缓，得到一个舒服，也很适合。而且旁边我看到还有小朋友。有的专门溜滑梯区，哎，对，是玩乐区，而且那一区不要看它以为是冷水哦，没有，它也是温泉，对，这里整区都是温泉，是不是太棒？太棒了。好，等一下那边有个关卡。好，哎，等一下讲一讲，可以先蹲一下吧。我们先来舒服一下，有个风，泡个温泉。哇哦！哇，你要站后面一点，站后面一点，我帮你做 SPA。答对，哇，厉害！